香港警方已就此作出回应，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纪的不负责行为。我想强调的是，中国是法治国家，香港是法治社会，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得到充分保障，同时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惩处。